本311地震海啸赈灾捐款仪式，世界真博宗宗务委员会收到各界善信大德的捐款，已经累积到美金50,000元，全部都交给华光功德会总会会址所在的美国红十字会，获得了红十字会颁赠的感谢匾额一面。请宗委会联名上师世界华光功德会会长莲花常人上师代表捐款受赠。